大家好，我是 Nancy 陈红地产经纪团队 Alan Life Realty， 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 Top Brother 的新房社区 Arcadia Ridge， 在 Summerlin， 拉斯维加斯的 Summerlin，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大概的位置哈。Summerlin 大家如果关注 Vegas 房产，你们知道西北一点点，那它在 Red Point 网上你们可以搜到很多的介绍哈。Top Brothers Arcadia Ridge。那么现在社区里的样板间准备出售了，小区里剩最后几栋房子，也都是 spec home。那么他们决定把样板间放出来销售，三个样板间，我们稍后有一个大体的一个介绍价钱哈。那如果您感兴趣的话，您可以打电话给我们，我们这边也有更多的现场的一个视频哈。那目前来看，小区里面的房子，大家可以跟我一起来看一下。有七个quick move in， 它这个网站上也非常的详细哈，我们就跟你一起看一下。那么它有的这个房子是，1.22 million， 这个的价钱的话是3032尺，它是主人房在一楼，然后二楼是一个 pump up， 我们也有视频哈，还是那句话，如果感兴趣联系我们，可以发具体的视频给你。1.22 million 可以接受报价，它也有 builder 现在给的 incentive。 那么房子本身的话，它是有这个户型呢，是有两块地皮，有两块地皮的话，它是在二楼的时候呢是能够看到风景的，能够看到赌场大道风景。一楼的话它是没有风景，但是 privacy 也还是比较好的所以如果你们感兴趣哈，那可以联系我们。因为这里面呢我们也有发现哈，样板间当然很漂亮哦，不过样板间同样的这个户型哈，它这头呢价格就贵了蛮多的了，从1.22 million 再加些升级呀你还是可以选哈，可以自己 personal touch 没问题，但是样板间这边就要1.89 million to 1.99 million了。所以这有 bring out 的一个问题，我们到底是样板间更好，还是说我们买一个 spec home 我们还可以自己再升级？那也有客人哈提出这样的问题，完了如果我升级的话，我升级会不会升级60万哦？所以 very good question。 大家如果对这个小区感兴趣，